小希，他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，以为得到了你就能卷土重来做梦。哪怕你从地狱里面爬起来找我报仇也没有用，我能杀他第一次，眼下就能杀他第二次。 黑甲军，黑甲军，摄政王已到，你们来得正好。唐阳，你竟然投靠朝堂，出卖唐门密道，赴黑甲军进来，还不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杂碎？唐门的罪人是你才对，你。 唐门投靠朝廷了吗？只要把你们都杀了，今日发生的一切就没人知道了。唐门主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霹雳门上下今日从未来过。云门主，你怎么能背信弃义？这是唐门自己家的事情，我掐死他也配？ 云门主，您是在故意打我的脸吗？不，是我失言。我霹雳门愿意交出霹雳弹的配方，以示歉意。好，除霹雳门之外，其他人一刻不留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余洛，你这卑鄙小人！还有唐阳，你勾结朝廷。 你就是江湖中的败类！就是打你的脸怎么着？一半的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。本来想问清我们的纠葛，可现在我嫌恶心，不想听了。另一半巴掌是替唐门祖宗打的。你们自家兄弟之间的事儿，你居然找朝廷帮忙！ 一掌杀了你太便宜了，这所有的巴掌我都用了内力，好让你经脉慢慢断掉。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。